Sacramento，我们来了。疫情将我们隔离，互联网又将我们拉近。在疫情盛行的今天，就让我和大家在网上一起畅游这座生我养我的美丽城市 Sacramento。大家好，我叫乌星，今年13岁，读8年级。30年前，我爸爸为了他的博士学位，从广州来到了美国。虽然在美国生活多年，但我们一家仍然保持着很多中国传统习惯，比如我在家和爸爸妈妈讲中文，每年我们都过农历新年，爸爸妈妈还会给我压岁钱。中秋节我们会吃月饼赏月，端午节我们也会吃粽子。每个周末我都会去中文学校学中文，在课本上我知道很多中国名胜古迹、名人轶事及美食，非常有趣。我在 Winston Churchill Middle School 读8年级，我的学校是英国前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的名字命名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他凭借出色的领导才能和战斗策略，带领英国人取得了胜利。在我们学校，课外活动丰富多彩，您可以加入很多不同的俱乐部和团队，例如美国未来商业领袖队、数学团队、测验网、科学网、演讲和辩论队等等，许多项目在州里都拿奖。Sacramento 位于美国加州中部，旧金山东面。Sacramento 河流域上的城市，也是加州的首府。加州政府机关及议会、县政府所在地，最初于1849年12月由 John Sutter 建立，今天也是加州在人口上的第六大城市。1848年，James W. Marshall 在修建锯木厂时，偶然在当地的河流中发现了金子，而且纯度很高。消息传出后，震动欧美，各地的淘金者大量涌入加州，掀起了历史上著名的淘金狂潮。Sacramento 也就从一个小城镇，很快变成重要的经济交通枢纽。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终点站就建在这里。由于修建铁路时有许多来自中国南方的劳工，随着铁路的修建，许多中国移民就在这里落脚。在淘金热的带动下，Sacramento 的商业和农业发展惊人，一派繁忙景象。Sacramento 也随着建立成为加州最早的自治城市。1854年，加州议会移籍，州政府搬迁到 Sacramento 后，成为加州首府。Sacramento 属于地中海型气候，其特征为潮湿温和的冬天和干燥炎热的夏天。Sacramento 市政厅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，占地26.7万平方英尺。它结合 Sacramento 的现代和历史建筑风格。该建筑最多可容纳730名员工，它是 Sacramento 最重要的建筑物之一，是由 Rudolph A. Herold 于1908年设计的，并于1909年完工。这栋建筑非常引人注目，并且建筑设计精良，从地毯到吊在天花板上的吊灯都很考究，受到好评。塔桥是横跨 Sacramento 河垂直升降桥，将 Yolo 县的西 Sacramento 以西部加州首府相连。它于1935年完工。其目的是解决交通运输问题，并使这座城市更加紧密联系。塔桥高161英尺，横跨 Sacramento 河，全长737英尺。Sacramento 塔桥刚建成时，实际上是一种银色，
但是在1967年的几十年后，这座桥被漆成金黄色。另一个令人惊叹的景点是圣礼大教堂。 Sacramento 的圣礼大教堂是罗马大教堂，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建造，它是整个 Sacramento 最古老最重要的建筑之一。建筑师 Brian J. Clinch 建造这座建筑，并于1889年6月12日竣工。这是一栋非常美丽的建筑，值得一看。可能大家都知道 Sacramento 还有许多美丽而有趣的地方，现在我只给你介绍了三个景点。在疫情结束之后，期待您们亲身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，感受一下这里的异国风情。谢谢大家。